等多长时间？太奢望了，这好多年，太奢望了。咋奢望呢？咱们是农民，没有退休金，本身自身就不行了，自身条件就不行啊。你性格多好啊！好，人家看你性格来呀，你没有钱花怎么办呢？所以说，我就努力赚钱，努力赚钱，努力赚钱。我这一年自己赚俩钱都存起来了，存多少钱了？没有多少，没有多少，也十万八万，当不是。啊，够花。儿子在天目点，我还有一晌来地儿，我还往下，自己还能挣呢。瞅瞅，我以为这块这个门是个卧室呢，看着是个车库。大一个人给咱两块钱，拉到地方拉倒。我一天能挣一百来块钱呢，要是呢干活不好了。5-60块钱能挣，哎妈，没事儿，啥时候没有？啊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啥病没，我一点没有毛病。天天几点出车呀？每天早晨6点，中午11点半。啊，下午呢？下午3点睡一觉。下午出到几点呢？下黑到6点了、7点了、8点了都有。啊，这不少这样的车呀。对对对。啊，都是这种车出租啊。对对对，啥人都不能过了我。啊，有还有不给钱的，还有不给钱的呀？哎，那咋整啊？你拉倒吧，他还揍你呢，坐霸王车。碰上过几回呀？好几回呢，15周年吗？那不懂，你跟人家。